代道这个准绳，互咱知影，伊无法度甲咱讲不可平。第一种讲的嘛，名可名不可名，咱无法度讲伊的名，无法度讲伊的名，无代表不存在，代表咱爱放弃这个名相，咱去追求这个名相。这个准绳啊，条条就对啊。这个准绳条条，这个方向就对，你就有这个下手处。哦，整张拢讲这个无嘛，无代表爱掠掠这个无呢？行行有一点，这个无遐条条哦，唔呐讲弄不掉就变定啊。抓住这个神神兮不可名的这个物件，哦，归于无物，啊，等于无呢？无歹讲，咱来讲有嘛？啊，有就较好嘛。人拢执着于有啊，啊，那个反过来，你这样执着于有，啊，有讲真正较好。这是在那个想的啊。咱若想讲，啊，我即摆有只，我去做关注，我来做关注。其实另外，恁咱拢爱用大方向去想啊。哦，另外再举几个例啦吼。那是我拄着，是我实力啦。我是感觉拄着啊，但是讲起来较好耍。哦，另外有拄着，伊讲伊这间病院医生什么了解？伊讲这间病院好，这间病院歹，这医生好，那医生歹，都熟的，伊对这医疗系统真熟。但是你这这么熟，那我就快乐。对，就是这意思啊。你这医生资讯甚至物件，你拢比别人较熟，卖破病上艰苦嘛，对不对？你今仔去破病，你也要找好医生，要去好的病院，医生你拢知，可能你马上就有答案啊。但是敢会甲病比会过？无，拢变的快乐，袂嘛？你来咱理解嘛？我想去记一下吼，另外之前我拄过一个同事吼，要换头路啊，爱着去研究社会制度，伊就讲吼，爱互公司甲你开除，爱几个月来开除，爱做偌久，伊就讲爱交退休的保险金，啊补偿金，你退休啦，要遣散费、离职费，就是讲伊对这足研究足济。对社会补助吼，拢去研究，伊是想要去赚什么补助？啊，你赚着，我感觉快乐。有啊，你只赚到这补助啊，这就是有嘛。你骗着我是有啊，啊，真正才好。一定无的嘛，那实实在在去赚来，比搁较快乐嘛。所以你有，那这样才较好。哦，啊，有啊，搁记一个较奇怪的啦。有啊，拄着要用关于受刑人吼，一个星期拜。啊，第二个搁礼拜，哦，迄个礼拜，迄个搁着上重要。你礼拜讲哦，你等下去离境哦，迄管理员安怎安怎哦？来讲呢，你已经较好管哦，另外已经无好管哦，啊，已经个管理员哦较松，啊，佫有讲甚物人甚物名，哦，迄种足闲的，弄个咱讲得一间价格较好管，得一间无好管。这拢知，伊有这经验啊，伊得着遮尔济物件啊，伊总知影较好管嘞。啊！啊！刚听真尔好，你得着这刚听真尔好。当然，这个例子咱可能不一定拄会着啦，就是咱会当去想，想讲咱的心可能才要得着的物件。感情真尔好，感情真正需要咱去甲执着，放袂掉。什么拢无，像头前讲的这类啊，什么拢无的人，根本嘛是够快乐的啊。啊，同款啊！你今仔无名、无利、无权、无势，你今仔掠条条物件，有可能无人会比你较快乐。其实咱莫讲快乐啦，真正是无你会较理解得较紧啦。你离得紧，你就是快乐的，看你愿不愿意而已。啊，你要愿意，一定要心甘情愿嘛。所以咱来去练哦，感情得着会较好。你那天我讲，好像不用那么在乎，其实咱的离得搁较近的啊。哦，所以这种真实用啊。虽然讲无归无的物件哦，咱愿意去领悟、去想、去观咱心中的自在菩萨，其实也是受用无穷的，受用无穷的。哦，进入第三阶段啊，时间都偌济吼。道行无常方佛，用这六招来讲着。是为五种之中无上
风分明字不见，离手随字不见，遗留。人家讲德性的物件吼，伊无形状的啦，形状就是外形嘛，状就是外形啦。啊是伊的哦，伊的形是安怎？伊的相是安怎？哦，相甲状是真实的物件，这拢无。伊无这个外形的，不是讲伊当形容出来的，是风分。风分就是你心中看一个光出来，飘飘想着，恍恍惚惚嘛。你心看是心中有光嘛，佛就是心中，用这个佛是独立的意思嘛。然后骚动之时的这种感觉，心中这两个飘飘出来，多些物件是安尼。我你想，你无法度家己想足久，风分只下就过去啊，只下就无啊。你无法度伊的全貌讲袂出来，这是玄之又玄的物件，所以多形啊，无常丰富啊。咱咪是讲要甲伊讲啥物，啥物形状，啥物安怎，形字不见，衣袖随字不见，衣哦，你对袂到，你看袂到，你全貌你看袂到个，就你今日毛讲毛讲到这个观念。哦，咱先咱来看一下吼，是为五种之状，五相之相，是为方分，拢形状咱看袂到，所以你但搁要去追求，你可能很迷惘，所以往外追寻很迷惘的啊。所以爱怎认真学道啊？咱印度的学三宝的学道啊，学道就是世界是大道啊，世界是共款的物件是一体的啦。咱甲世界是一体的啦，无需要去追求啥物，伊要爱的啥物啊？咱就是伫这个世界内底。讲得较贴切，咱就是伫无极之天内底，咱就是伫净土内底。咱唔能够起一个心，讲要去追求无极之天、无极之天。你搁起一个甚物去求，你着又搁离开伊啊！无可能讲离天，而且咱才是离天，离天无遮尔细啦。咱拢伫离天内底啦。你降五落去，你着是伫离天内底啦。着是离天，着是是讲有人对你足好啦，就是足慈悲的人关怀伊啦。你若降五着讲伊对我足好，我着了解伊啊。啊，同款，我今仔对你足好。你就是无愿意承认我对你好，你就永远唔知人对你好嘛。所以咱就是伫天内底啊。你若愿意降我，你伫天内底，你就是伫天堂啊。啊，你无愿意降我啊，你干嘛要承认你是五浊恶世啊？你嘛是感觉你足艰苦个啊，你乌暗嘛，你不明啊。啊，要降我，要转念，我有甲你请，我甲你念，我甲你请，我甲你慈悲。你当然是一个大工程无毋对，但首先咱是咱有说降我啊。袂当讲呢，往外追寻，愈追愈迷路。一切拢伫咱的心中，一切拢咱拢具足一切啊！有经袂讲袂讲的，具足一切，万法具足，功德具足，内心的自性，甚物一切拢具足的。咱讲伫这个海合同的大世界内底，不要再往外迷惘。离一切相，即名诸佛啊！咱离开这一切相。这个是金光顶的啦吼，那离开一切相就是佛啊，一切相是咱无执着外在的一切相啊，道现无相方佛啊，你想咱家离开了，咱是佛来嘞，这佛无遐尼困难嘞，你要离这相无，但是世间非常这个相，我再举一个吼，咱若着相着这个名利的，就算你修行也嘛从终身不求啦。就是讲，你今仔是修行啊，若是本身会着这个相，你才在意这一切。为人修行，讲我对这个师父，伊互我看到光呢。为人有种观念呢，伊互我感觉，我接近伊吼，伊就互我足侪答案，互我足侪。譬如讲，伊甲我某物人的病治好，画法师是有这种功力的呢，所以信徒是大堆啊。伊通来讲，伊托梦啊，托梦来互伊安怎安怎安怎啊。咱拢感觉伊讲还有些可惜啊，伊真是不上诶。咱毋通想讲，道有啥物光，有啥物形，三宝啥物形，菩萨啥物形，拢是咱咧妄想诶。本来就啥物拢是无诶，无诶物件，你莫搁去想啥物形啊，想讲啥物光啊，想讲啥物境界啊，拢免想。离切相即名诸佛。德行是无相丰富的，是无状之状，无相之相。你想都不用跟你观念去想这个形出来，想这个形，你就搁离，就搁离，离得伊啊。哦，时间讲的，再讲到这个。
是讲让俺毛主席收留啦，都派，啊，但是伊心肠还是大鬼的，无法度啊，都这个熟啊，叫我刚讲无奈啊，非常派伊收留人啊，啊，遐地主拢乖乖乖，要让伊惊死，也是慢慢对调的，另外就刚讲无奈啊，世间只要收留大事是百百款。人不见衣袖，水子不见衣袖。吼、哦，我再简单讲啦吼，你要去追求，伊追求袂到啦。吼、哦，就像像工课个，像孔武叔讲个嘛吼，三思在前，勿厌在后啊。伊这个意思吼，伊意思伫个，向伊头前，向我伫后壁，看袂到伊个全貌，这是代表啥？都已经界正悬啊，悬到你看袂到啊！有修行人境界正悬啊，悬到互你看袂到啊！但是有心，但是各有些温暖的所在是安怎？随之，你伊嘛永远袂离开伊，随之不见依靠啊！你无法度脱离伊啊！就亲像上帝听来讲的嘛，上帝都在你左右啊！上帝离你正远啊，但是他也是在你的身边啊！随伊不见伊哟，伊伫头前做你个应得，但是伊嘛随时也变袂好势。所以道就是安尼，你我都冲伊个头前，但是呢，你嘛永远袂离开伊。好、哦，所以是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名为得道。道是无形无相，但是伊个嘛是有情温暖一面啊。所以才珍珠才会讲嘛，有道有情有事，好、哦，即、这个情。其实古所的情是实在意思啦，都是足实在啦，足有形啦。有形是讲会当真去考验的啦，都是足实在物件哦。实在吼，你虽然看袂到，但是随时拢是伫你个边啊。从进入最后吼，五分钟了解，啊，伊先来讲个了。得以众妙之文，就迄种讲的嘛，偏之有缘，众妙之文，即种是讲道之章嘛。道这个义是安怎？一股之道，以其精之有形，以古数是为道义。你若当了解一股，就是讲，你就是条条嘛。古之道是对古传落来，对古早传到即摆这个道，就等于讲古传来拢无变的这个物件。这个无变的物件，你定会条以其精之有，以人驾驭嘛。你当来处理世间所拄着一切，你会当知影这个古数对古老来这个数。古早一开始，一开始就是这个物件，伊通了解，就是道的机遇啊，道的机遇就是基础啦。咱来当二姐吼，啥物是知古之道？古之道是啥物？三宝就是古之道啦，真理就是古之道啦。所以咱今仔修要修啥物？以啥物为依归呢？咱是修道依归是啥物？就是古之道。啊，古之道就是啥物？三宝就是哦。那今仔日有求道，拢有传三宝哦。那你修就是照三宝去修哦。那么想讲要修什么？什么其他方面？五知道还了，那就无问题了嘛。那真理是五知道，那什么是真经历的规律？就是深入经藏啊，啊，亲历经藏，体会如海啊。有时间的人真正，好，之前讲到嘛，看无不要紧，你甲显。佛菩萨观境伫内底，一定甲你加持。真理深入经藏，一定要有这个习惯。不管你是看、显、咧、听，不管咱怎，就是一定要不离经经藏。这句是弥勒曾经讲的嘛。咱白两极连宗师，文缘普实在中央。咱买两件极端的代志，有极端的代志，中有一个牵条，就是文缘普实在中央啊。咱北京去跟人家极端的嘛，但是伊嘛是有一个秩序伫内底啦，道义嘛，道德纪律嘛是伫咧中央啊，所以咱咧反倒没有纪律啊。不管是你极端的代志吼，伊中这个人这个宗师，就是这个文员古册啊，古书的古册一定是任何代志都不当做咱的依归。咱卖想讲咱会非常礼貌，连依古书是为道义嘛，以经纪律啊。这个古迹一直拢伫这个中央互咱去用啊，刀随时拢伫伫咱个边啊，拢甲咱顾掉着。咱卖想讲咱食孤单、食苦嘞，这个古迹一直拢伫个。执古之道，寓今之有。咱要去掠，
你就是观念。你买了这个不知道，它了掉，欲金之有，那得那个品质方处理好了。好，有时间嘛搞，然后大家讲不了就好了。因之有是咱即马拄着的，一层一层提升讲了。那一层一层提升讲，那咱有这个过程都应该处理个啥话不啊？哦，咱免去怀疑。那有去修有去做，就比爱相信这个代志。因前是写来，写来迄个妄意的。因前绝对拢是实话，不光是实话，实话不妄意的。心灵甲道共款，即只要敢讲着道的无为，道的清净，即咱心咱嘛爱清净啊。那回到分众的重点啊，还是心的特质啊。那心就是爱清啊，就是爱非常清净。但是清净的得了掉。咱真正咱慈悲真正拢非常慈悲啊，但是清净，伊世间搁较清净诶。咱今日有头甲面诶时阵，咱无清净嘛。修行是啊，足快乐诶代志啊。读册嘛是足快乐诶，读经书、去经书足快乐诶。哦，修学经足快乐诶，就咱快乐清净嘛，清净诶快乐无上限。哦，清净界如来如清，如来如快乐。哦，咱有慈悲无毋对，但是咱搁希望咱以后诶路，以后修行诶路。哦，照着这个文环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书，我咱愈来愈清净，愈来愈快乐。哦，啊，以上呢就是后续哦，对这种的什么心得的报告，当然啦，有所不足啦，这嘛是起一个机啦，让大家来接近着这个道德经，我嘛希望呢，这道德经让咱大家互相切磋琢磨。啊，有所不足的部分，请注意一下，啊，以后咱之前嘛，以上感谢各位先生。时间有人不接连来接替来致辞。